我是一个不懂古典音乐，但是又很想试着去接近古典音乐的人。我翻阅过很多的书籍，但是一直都不得其门而入。直到最近，我发现了《古典音乐的不古典讲堂》这本书，跟一般传统厚重的古典音乐大全不一样，它就像它的书名一样，这是一本内容很丰富，但是阅读起来非常轻松有趣，甚至可以让你玩古典音乐的一本书。我特别希望能够介绍给大家。